五戒相经签要，佛陀教育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们上一集与大家学习到五戒啊，淫戒最后一段经文。在千要注解里面呢，给我们讲到这个因果报应啊这一方面的例子。这个例子啊，多数引用古代的啊古代的例子。能够持不邪淫，那么他得到的福报呢也非常的殊胜。犯了邪淫啊，反过来讲啊，这个灾祸啊也是非常的严重。在古代呢，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啊，就是读书人考科举。读书人一生辛辛苦苦啊，十年寒窗苦读啊，为了就是啊能考取功名。如果考不上功名，那么一生啊这个福报啊也就没有了，那可能呢啊，还要遭到很多灾祸啊，不如意的事情。也有他命中没有科举，没有功名的啊，就是他命里没有啊，他怎么考都考不上。过去生啊没修福啊，这一生啊没有这个福报啊，得不到功名，但是这一生他能够持不淫戒啊，原来呢他没有功名了，反而现在呢他得到了功名了啊。像上一次啊跟大家学习的
这个余杭陈医生的儿子是一个例子。考试官呢，怎么看他的文章都不及格，都放弃了，都不要了，放在一边了。但是呢，旁边有神啊，听到有声音给他讲不可。他再拿起来看看呢，又把它放回去，又听到不可。再拿起来看呢，这个文章实在是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再把它放回去，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考试官呢，接连听到了，不可不可，不可二字最难，连呼好几声。后来这个试官呢，再把他这个文章再来拿来看看呢，那他知道这个当中一定有道理了，这个人呢、一定祖上积什么阴德，那才有这个事情，后来呢，也把他录取了，录取放榜之后呢，再找这个陈医生的儿子，问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那么他儿子呢，他也不知道，也莫名其妙。回家呢，把这个事情告诉他父亲，那么父亲呢，就给他讲啊，这个是他年轻的时候救一个贫人，把一个贫人的病医好了，这个贫人没有钱呐、来报答他，有一天呐、下雨，经过他们家门口进去避雨，雨下得很大，那天晚上就住在他家。那么这个贫人的母亲呢、就给他媳妇讲，你丈夫呢也没有能力赚钱，他的命啊，都靠陈医生把他救回来了，我们也没有什么能够报答，那么就劝他媳妇呢，就是刚好这个机会了。陈医生来他们家住一个晚上，叫他呢去跟陈医生陪一个晚上，陪他睡觉。他这个媳妇呢就遵从婆婆的这个命令了，去找这个陈医生，说是他婆婆的意思，报答呢他救他丈夫生命之恩。这个时候呢，陈医生毕竟也是个读圣贤书的人，他就跟他讲不可，那么他这个媳妇呢，不断的要求，他一直说不可，到最后呢，讲不可二字最难，那熬到天亮一个晚上都没睡觉。天一亮他就赶快回家了。这个是余杭陈医生呢年轻的时候呢，那么有这么一桩事情。那么他救这个贫人的一条命，那么又不学淫，所以他儿子原来没有功名变成有功名。这个果报非常殊胜，所以陈医生讲他年轻的时候呢有这么一桩事情，他也想不到呢，那么天竟然给他回报这么丰厚。那么从这个例子我们就可以联想如果反过来呢，那当然那果报也是非常凄惨。那么佛在这个戒里面给我们讲守这个戒它的功德之殊胜比我们造七宝舍利塔
到达大梵天那么高那么庄严啊，功德还大，造这个塔的功德不能跟这个持这个戒来相比。供养佛的生身舍利呢，那不如供养佛这个戒身舍利。这是佛在这个经上给我们讲，持这个戒是最重要的了。那么这些因果古今特别在我们中国呢，这些公案记载非常多。那么如果以古代的这些公案再来对照现代呢，那现代就更多了。现在就更多了古时候呢，这个诱惑还没有现代这么多这么严重。那么能够持这个戒呢果报就这么殊胜了。那反过来讲呢，我们在现代呢，如果能够延迟这条戒那这个功德呢超过古人就太多了。所以我们应该呢要从这个地方好好的勉励自己提醒自己。那么下面这个注解呢我们也有必要讲一讲。前面他是讲这个因果报应的这一些例子。那么下面这一段呢是根据寿康宝鉴寿康宝鉴呢讲因果还有讲这个生理卫生的还有夫妻之间男女之间行房的一些忌讳这个是古代的性教育跟现代这个医生讲的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我们看看呢还是古人讲的是正确的。我们来看这个文在寿康宝鉴讲保身立命守则那么它是根据这个天气气候的变化。天地间节气的变化和人身气血的流动有着息息的关系。假如不能配合节气而走泄了精血，那么身体上脏腑气血的流行就会受到损伤。夫妻之间的相处虽然是人伦之始，但如不能节制，以致常受疾病的侵袭，或以神明降见之奇，淫污冒赌而因遭消禄减年之祸。所以为了免使身心受损伤和受阴谴，应当遵守一些禁忌以免误犯。这个一段呢是讲这个保养身体方面的。那么印光祖师在文钞呢也常常呼吁因为现代人呢就不学习我们这个祖宗传统的这个教诲，都是向西洋人学习向西方人学习因此呢有很多人他是燕王死的他的寿命并不是那么短而是呢不懂得保养身体把这个身体呢损坏了所以就早死了那么这个早死呢就是对于这个夫妻间房事的问题这些常事呢他不了解不明了那现代人也没有人讲这个了讲了人家也未必相信但是呢他的事实真相
还是一样的。啊，你不注意，那么对你的身体都是伤害。那伤害身体，当然也连带伤害到精神上。所以这里讲我们人整个身体气血的流动呢，跟天地这个节气的变化是有息息相关。那么我们一年呢十二个月分为24个节气啊，一个节气就是15天了。节气的变化啊，当然很直接的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啊。那不可能说我们人啊生活在这个天地之间啊，这个天地间的节气变化跟我们身体是没有影响的，那是不可能的啊。如果年纪大一点的人啊，或者有一些症状的人啊，比如说有风湿的人啊，对这个气候就非常敏感啊，就像气象台一样。那特别呢啊，这个不能配合这个节气呢走泄的精血，那么身体上脏腑气血的流行，它就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了。那么此地讲啊，夫妇之间的相处虽然是人伦之事啊，但如不能节制啊，节制不能节制，就是他不懂这一个节气啊，什么样的节气呢？要避免这个常识呢，我们现代人完全不了解啊，也没有人去讲啊。那么现在呢，大部分身体不舒服就去找西医啊，那西医他也不会跟你讲这些道理啊。如果你拿这个寿康保健去问西医，西医会怎么给你说呢？他会给你回答，没那回事，啊，他会这么回答的，啊，那没有那回事呢？那你都人都快死了，还没那回事啊。所以你去问西医，你得不到答案，啊，所以还是要回头啊来。找老祖宗啊，这个5000年传下来的宝贵经验啊，这个才是正确的。那么夫妻间呢，当然它不算是邪淫了啊，不是说在外面拈花惹草啊，但是呢，夫妻之间这个房事如果不懂得节制啊，那身体呢也会出现状况啊，常常受疾病的侵袭啊，不知道这个病怎么来的啊，就是太过分了啊。在《太上感应篇》讲啊，淫欲过度啊，《太上感应篇》讲淫欲过度是指这个夫妻正常的这个关系过分了，也是有罪过的。第一个就是你自己身体受到损害啊，因为人的这个精血呢啊，它的形成啊它是有一定的时间的啊，如果你漫无节制的啊一直走漏啊，当然身体就一直亏损。那么现在这个我们传统文化呢有一个彭金彭医师啊，是中国北京中医学院的博士啊，现在这个光碟呢可能网站上都有了啊，如果诸位同学呢大家要在这方面啊更进一步的了解啊，请听听啊最近啊这个彭医师他讲的啊，他都是按照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个理论啊，中医学理论啊来说明这个事情啊，他特别呢讲到这方面的。那么在他
治疗临床有几个实际的例子，啊，他也都跟大家报告出来了，啊，这个资料呢非常非常的宝贵，啊，希望我们同学呢，大家还没有看的，啊，请大家呢，啊，发心来看，看了之后，啊，也请你发心介绍你的亲戚朋友，大家都一起来看。啊，这个对我们身体健康、事业顺利，啊，家庭幸福美满，啊，有非常大的帮助。啊，这个我们一定啊不能疏忽的。下面讲或于神明降见之起，淫污冒毒而因遭消禄减年之祸。那讲到神明呢，现代人有很多人他就不相信了，啊，你讲神明，他第一个就说你是迷信了，啊，哪有什么神明呢，啊，他不相信，啊，他也不能接受，啊，所以这个神明啊降临啊，那么时时刻刻在监察，啊，举头三尺有神明，现代人他不相信，啊，那么不相信呢，当然啊他也就不会去注意啊要忌讳哪些事情了，啊，那么不知道忌讳呢，那么就会冒犯这个神明了，啊，那么冒犯啊触怒鬼神啊，那么因遭消禄减年之祸。因就是说这个暗暗当中啊你这个福禄呢已经亏损了，减少了，啊，年就是寿命也减少了，啊，有这个灾祸。那么这个消禄减年呢，其实太上感应篇也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就你这个福禄呢减少，福报没有了，那么你做事业就不顺利了，家庭也常常有这个事情有那个事情，啊，那么再来呢自己精神方面呢也很苦闷，啊，心里呢有忧虑有灾患，啊，不快乐，身心不安，那么这些都是消禄减年的一个征兆了，一个情况了，纵然现代人不相信，那不相信是不是就没有这些鬼神来监察呢，还是有啊，你信有不相信他还是有，从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我们诸位同学，大家可以冷静啊，从要看自己啊，有时候往往都看不清楚的。啊，自己脸脏了，没有照镜子，不知道自己脏了。啊，但是呢，我们看别人那可以看得很清楚。啊，所以我们可以先观察外面的，观察别人的。啊，周边的亲戚。朋友同事，你仔细去观察，他是不是有这一方面的问题，有了这一方面的问题，不知道忌讳，那么他的精神状况，他的事业，他的家庭，是不是都很不顺，如果有这些情况，那么你就知道了这是怎么一回事情了，那么我们看别人之后呢，最重要要回过头来看自己，别人就是我们一面的镜子，它是我们的借镜，都是我们的善知识，它表演给我们看，
啊，我们看到了，我们就要知道呢，如何去避免了，啊，避免这些不必要的灾祸，啊，所以为了免使身心受损伤和受阴险，啊，应当啊遵守一些禁忌，啊，以免啊误犯。误犯就是他是失误，啊，他不知道呢去犯了这个禁忌，啊，遭到了这个不好的果报。啊，那么遇到之后呢，自己莫名其妙啊，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因为没有人告诉他嘛。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祖师大德啊，著书立说啊，来劝我们啊。现在我们把这些资料啊，都公布在网站，啊，希望我们同学自己来学习啊。一方面呢，啊，要去帮助别人，啊，要花心。那下面给我们讲这个日期的忌讳啊，每月初一、初八、十四、十五、十八、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三十，诸日为神明降见，察人善恶之期，以斋戒不可行妨，以免冒毒而受阴险。啊，这个是讲有神明降临呐，啊，来巡查的时候呢，那么这一天呢，你就要避免。那么以上讲的这个十天呢，这是根据《地藏菩萨本愿经》十斋日。那么这个日期呢，是算农历的啊，不是算阳历的啊。我们同学要记清楚啊，你这个算阳历就不准了啊。这是我们佛经上讲的，都是以我们中国啊传统农历。农历啊为标准啊，这个十斋日，那么一个月呢有十天，那农历呢有大有小啊，大呢是三十，那么小是二十九啊。如果遇到月小呢，就往前推一天啊，二八、二九、三十呢。如果遇到月小啊，这个月是二十九日啊，那么就是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啊，那么如果月大呢？这个月是像这个月是农历七月是三十日，啊，那么就是二八、二九、三十，啊，那有时候呢，农历七月份呢，是二十九日，啊，每一年呢，啊，它都有一些不同啊。那么《地藏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这个十天呢，都是神明啊降临在人间啊。检查人的善恶，啊，这一天呢，啊，例行性的啊检查，那么往上天呢报啊，往这个刀立天宫啊玉皇大帝那边报啊，报告人间呐 啊哪些人作善，哪些人造恶，啊，哪个国家的人修善多，哪个国家的人造恶多啊，报这些。那么在这一天呢，就斋戒不可行妨啊，你行房的时候可能就冒犯这些鬼神了，啊，因为鬼神他们都有五通，都看得到，啊，你在房间里面啊，阴暗的地方啊，他都看得到，啊，那么这个要避免啊，啊，这是对神明啊的一个敬畏，啊，这个不是迷信。不是迷信。那么下面讲呢，这个是讲我们情绪上，有不稳定的时候啊，也要避免啊。下面讲啊，易怒啊，大怒后伤肝，不可行妨，患者必病。啊，易就是你人心情很郁闷的时候，啊，怒就是你发脾气。那么我们人发一顿脾气呢，那肝脏呢就受到损伤了。所以我们看看这个容易发脾气的人呢，他的肝脏一定不好。啊，那肝脏不好的人呢，就很容易发脾气。
那么大怒之后不可循环啊，就是说刚刚发完脾气呢啊，马上就循环，患者必病啊，这个患到这种忌讳呢，他这个病啊就越来越严重了啊。下面讲足席上不可循环啊，因足性寒冷，患者易感寒气啊，这个啊，夏天啊，这个足席啊，那个性很寒冷啊，这个不要说循环了，就是我们一般睡这个足席啊，如果那个身体比较差的人啊，夏天睡这个足席呢，那个寒气也比较容易侵入啊，像我夏天有时候也喜欢睡足席啊，因为足席很凉嘛，啊，睡得很舒服，啊，但是呢，等到睡觉醒过来呢，啊，那全身就重重的，啊，觉得很笨重，啊，精神提不起来，啊，这个就是寒气呢侵入体内了，啊，足啊，它有寒气，啊，所以身体不是很好的人，啊，建议。还是不能睡竹席啊！现在呢，比竹席好一点的呢，可以买草席啊。草席没有竹席那么凉，但是也是有它的凉啊，但是比较没有那么寒啊，可以买草席。那么下面讲：交合财币，婴儿在旁啼哭，勿及遗乳，恐气血受损。循环后勿及挥散，即饮冷茶水，若过受凉或至即死啊，这些就是要避免的啊，这个要避免的。一日勿两度，勿服春方邪药，勿叙说不泄，凡生病生疮出痘后非十分复原，万不可循环，若患者则多半必死。欲远行不可循环，循环后走百里则病，走百里路后循环则必死啊，这个在寿康保健都有引用古时候的公案啊，我们同学可以找寿康保健来看。那么这一段呢啊，我建议先看那个彭医师讲的，他讲现代的他临床啊治疗的这个病例啊，那么大家呢体会就更为亲切了啊。那毕竟他是医学博士啊，所以他讲他是专业的啊，他有权威的啊，所以大家听的啊就明白了。下面再讲啊，醉饱后循环，五脏反复，损精伤气，空腹循环大伤元神，病后循环病症复发并加剧，胎前循环伤胎，故凡有孕后即以分床节育，一则克遵胎训，一则无堕胎之患，即小儿胎毒凶险痘症啊，油风惊险牙肝等病啊，这个是啊，有怀孕的时候也要避免啊，这个孩子呢生下来呢才不会毛病很多了啊，这里举出几个毛病啊，这个小孩子毛病多呢，这个做父母的呢那就很操心了啊，就常常啊为了这个孩子身体健康的问题呢啊在操心忧虑啊，这个要避免啊，避免啊，那么这个孩子生下来呢，他这个疾病啊就少啊，你就比较好养好带。那么下面讲，恶则所生之儿，男必端严方正，女必贞静悠闲，自然长大后不患淫逸啊。如果能够遵守这些古训啊，那么你生的儿子呢，生出来呢，那一定
端严方正的，啊，因为他感受的是正气，不是邪气，啊，因为邪淫就是一种邪气。啊，那么生女儿呢，啊，必定是真静悠闲，啊，长大之后呢，他也不会去犯这个淫力，啊，那么这个都有一股正气，啊，一股正气。产后啊，百日内不可循环啊，这是生产之后一百天之内啊，也要避免。若强循环复必病，产后十一日即循环复必死。啊啊，刚生产之后十几天就循环，那个这个妇人啊会死。啊，如果没有超过100天呢，那会病。这个也要避免。天癸来时循环啊，就是月经来时循环，或血麻症，男女俱病，凡木及未愈或死愈，若循环木必成消。凡虚劳症，虽养好强健，尤其断愈一年，若以为复原而循环，多半必死。啊，这个是讲虚劳症啊，这个有病啊，病好了啊，也要断愈一年以上。啊，如果呢没有断这么长的时间呢，那么误犯了、啊、多半呢、啊、都会死。凡损伤筋骨，好后尤需戒170日。若未过百日而循环必死，重过百日亦必致残废。啊，这个是跌打损伤的了，啊，这个骨头摔断了，啊，筋啊受伤了，恢复之后呢，啊，伤筋断骨啊，这个要100天它才能复原。那么你复原之后呢，要调养170天之后才能循环，啊，如果还没有到100天循环了，这个可能命就没有了，啊，或者呢过了100天还没有达到170天呢，啊，身体会残废，啊，这个身体残废呢也不是说就看到断手断脚了，啊，就是他整个身体的精神状态什么都提不起来。啊，这个彭医生啊，他讲得很详细啊。啊，凡过操劳、过热、过忧愁、过惊恐后，皆不可循环。啊，这个是讲我们劳累过度，啊，或者呢忧虑的事情，啊，或者呢有惊吓，这个时候呢都不适宜循环。啊，患则轻，则成痼疾；重，则即死亡。啊，轻就是说那个痼疾就是常年治不好的病，那严重了那就当场死亡。啊，凡朔望先夜及四时节气之日不可循环。啊，五更已过，身中阳气初生。啊，这个五更就是，啊，凌晨3点到5点。啊，这个是五更。啊，五更天呢，凌晨3点到5点呢，已经是一天当中的春天了。啊，这个时候呢，阳气刚升起来，啊，阳气刚升起来，啊，一次当百次，啊，这个时候呢，在这个时间循环呢，那个一次的消耗呢，等于消耗100次，啊，有损气血，切忌循环，啊，在这个五更。啊，这个五更这个不是循环的时间了，啊，以前这个皇帝啊，你要上这个早朝啊，五更就要上朝了，啊，要处理国事了，啊，这个是阳气刚升的时候，啊，循环后暑天不可贪凉，冷天不可冒风雨，如患者必有阴厥之症，男缩阳，女缩乳，四肢冰冷，肚疼而死。那么这个是，啊，寿康保健呢，啊，
摘录出来的，那完整我们可以看看寿康宝鉴。那么寿康宝鉴这个书啊，现在也有人把它翻成白话的，但是我建议呢，还是以原文，然后用白话来做注解，念一段原文再讲白话，就像讲经一样啊，这样啊更有味道。那么这一本书也值得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来提倡的，自己学习也劝别人。那么你的身体啊，你的事业，你的家庭呢，会越来啊越兴旺，身体健康，事业顺利，家庭啊幸福美满。都从这个地方来的。那么我们再配合这个太上感应篇呢，这样来修。你修个三个月半年呢，你就会见到效果了。其实呢也不需要太长的时间。其实依照感应篇讲啊，你每一个念头起心动念，你马上就感应到吉祥或者是凶灾。感应篇给我们讲得非常清楚，你心里起一个善念，这个时候善神就来了，善的神他就来了。你心里起一个邪念、恶念啊，不正当的念头，那么恶神恶鬼他就来了。这是我们每一天都可以时时刻刻啊，我们起心动念这个当中啊去观察。你起一个恶念呢，你的精神状态就不好。你起一个善念呢，这个心正大光明啊，这个时候呢，你的精神状态呢就非常好。就有善神来了。就有善神，护法善神，他就来。那起一个恶念呢，那个罗刹，恶神恶鬼也都来了。就是你每一个念头起来的时候呢，你去观察，我这个念头是善还是恶呢？那如果是恶念呢，那你就知道了，现在恶鬼已经来了。你常常这样去观察啊，那么观察我们自己的精神状况状态，就知道我们恶念多还是善念多，要从这个地方去修刚开始恶念多，你要慢慢的把它扭转过来善念多。那么我们念佛人呢，你要转成净念念阿弥陀佛就是念佛这一念。把所有的念头都转成念佛，那这个你念佛的时候呢，那佛就来了嘛。我们时时刻刻从这个地方去勘验你就不难发现了。就从我们精神状态去勘验就非常清楚。不要说等到什么多久的时间。那么你在短时间能够观察到呢，那你修的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当然那个效果就更明显更殊胜了。下面呢是给我们举出这个经典经典讲的这个是正法念处经第十二卷云，苦狱有十六段这讲到地狱了。知劫路五段，一大声二吼可畏处，若人毁犯净行沙弥尼故，始堕此狱。受身一由寻量，第一柔软，被细铁钳拔彼身毛及筋骨肉，痛苦叫唤，一遇人闻之心破裂分。
啊，这个是《正法念珠经》第一啊，有这么一段啊。那么犯了这个戒啊，那么堕到这个地狱啊，那么堕这个地狱呢，那个痛苦叫唤的声音呢，其他地狱的人听到了，心都破了裂了啊。那么可见这种痛苦的叫唤呐、啊，那么有多么的恐怖。二内乐会处，若有二人复犯此五戒之优婆夷，污彼犯行，自谓污他无罪，破戒非二，不信因果，多行不善，始堕此狱，长寿烧煮，即热风吹，彼热会处生熟而死，又佛他走，被抓至于割截山中，热铁焰具，割彼生根，叫唤痛时，复佛受苦无量年岁。啊，这个是又一种这个烧得很热的啊，这个热会处的地狱啊，这个是犯持五戒优婆夷的啊，这个罪啊，你不相信因果啊，劝他改过他也不改，多行不善，那死了之后就堕到这个地狱啊。那么堕到这个地狱呢，被这个热铁啊烧啊，啊这个铁呢煮得像汁一样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啊烧到身体都熟了就死了，死的风一吹又活过来啊，继续受啊，受无量年岁，也是叫唤啊痛苦而死啊。在地狱呢是死的又生，马上又生，生的又死啊，这个非常非常之痛苦啊。三丙多罗尼二烧二飘处，若有邪行之人烧香取护，彼护无过生厌之后，强持加罪，与过矣复共行狱，如是之人始堕此狱，飘大河处受大苦恼，在暗处被热铁杖劈割烧煮，常遇铁杖割身分离啊。这是第三种啊，这个是啊，柄就是刀削的啊，那个插刀那个削啊啊，这个丙多罗尼二烧二飘处啊，这是邪行之人呢啊，这个我们现在话讲啊啊，就是侵犯这个良家妇女啊，侵犯良家妇女啊，那么还啊加罪于他啊，把这个罪过啊啊加在他的身上啊，那么造这样的业呢，就死了之后呢堕这种地狱。第四呢，法馈污处，复有邪淫戒酒行恶，淫及姐妹始堕此狱，受热焰铜炉消煮，死以复生，常在炉中狱卒吹炉火使炎热，如是烧煮无量年矣，得出铜炉，又在铁砧上被铁锥打死，举锥还佛，复打受苦，经无数时啊。那么这个是饮酒之后行邪淫啊，淫自己的姐妹，这个就是一个乱伦啊，自己的亲生姐妹，那么就堕到死的时候堕到这个地狱了啊，也是受这个热焰铜炉啊去煮。啊，煮死的又生，生的又去煮。啊，那么出了这个铜炉呢，又在这个铁板上面啊，被这个铁锥呢打死。啊，打下去死的，那个锥举起来，他又活起来啊，活起来再打下去又死了。啊，这样啊，经无数时。啊，这个姜老师画的地狱变相图呢，那么这个有这个地狱啊，我们。同学大家也可以找这个地狱变相图啊，有光碟，有这个书啊，可以看看啊。
无悲暗处，邪行之人引己习护，或引师母，使堕此狱。受炎燃铁地热会灼烧，上下翻覆，同地狱人互叠上下，百倒千倒，如煮块肉，互被除倒足，或作一块，如是细倒，细密合合，不可分别。这个就像地狱变相图的倒装地狱一样。那么这个是犯邪行啊，引己习护啊，或引师母，这个也是啊乱伦。那么有这个罪过啊，将来了死的就堕到这个地狱啊。以上呢，这个五条是从正法念处经啊，广化老法师呢，揭露出来的。那么下面呢，广老也做一个注解：淫极劫灭者，我为人受五戒时，曾发现有这种事情。因为此人和姐妹一起睡的缘故，所以兄弟姐妹最好分房睡，至少也要分床，避免这种情形。啊，这是广老呢，他给人家受五戒呢，那么有人跟他忏悔啊，发怒的。曾经发生过这个事情，那么问他的原因呢，就是兄弟姐妹睡在一起，啊，这个是现代人不懂礼法，啊，古时候这个古礼呢，这个男女呢五岁呢他就不可以坐在一起睡在一起，啊，那么人老了呢，啊，就是啊七十岁。啊，七十岁以上啊，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啊，就要去避免了，啊，就避免发生这个事情。那么下面有两条补呢，是弘一大师的补助，啊，五啊，若己之妻妾有生时，乳儿时。即非淫根处而交媾者，亦名邪淫。自论广说，准亦应是可悔罪。啊，这个交媾就是交配、交付为婚啊，就是自己的妻妾，那是正常的啊，妻妾是正常，有生就是有怀孕啊，或者呢给小孩子吃奶的时候。啊，或者呢，非淫根处交媾啊，就是淫根其他的部位，亦名邪淫。如自论广说，自论就大智度论啊，这个大智度论呢有广泛的说明。准亦应是可悔罪。如果在不是淫根处交媾呢，这个有罪啊，但是这个罪呢是可以忏悔啊，可以接受忏悔。下面呢，这条补律论云：若长老闻此不进行，甚勿惊怪。何以故？如来怜悯我辈，未结戒故，说此恶言。若不说者，云何得知罪之重轻？若法师为人讲，听者甚勿入此笑。若有笑者，驱出。何以故？佛怜悯众生。经口所说，汝等应生惭愧心而听，何以笑啊？那么这一段是举四分律啊，就是比丘四分律。若长老闻此不进行，甚勿惊怪啊！长老就是这个出家年久的啊，这个德高望重的长老。那么听到呢讲戒律呢，讲到这个淫戒这一部分呢，啊，那么。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啊，讲到这个房事的行房啦，啊，这个邪淫啦，啊，这些不敬的行为，慎勿惊怪，就是不要见怪啊。啊，为什么不要见怪呢？啊，如来怜悯我辈未结戒故，说此恶言。啊，如来大慈大悲啊，怜悯我们凡夫无知啊，为了结这个戒。啊，所以呢，如来才说这个恶言，恶言就是讲这些，当然都是
不雅观的不好听的话，但是又不能不说，若不说则云何得知罪之重轻呢？就像现在我们讲这个寿康保健讲的一些忌讳，现在人也不好意思讲。那另外一方面呢，讲了人家未必相信，那干脆就不要讲了。那不要讲呢，当然大家就不知道了。那不知道呢，自己犯了这个罪也不知道。犯的罪呢，到底是轻罪还是重罪也不知道。因此呢，如来大慈大悲呢，才给我们说明。若法师为人讲，听者甚恶，入此笑。那法师呢，讲到这个地方听的人呢，也不要见怪这个笑话也不要笑话这个法师怎么一个出家人讲人家的在家居士这个男女的房事也不要笑话若有笑则驱出有笑的人就把他赶出去了。何以故呢？佛怜悯众生这个什么缘故呢？因为佛呢大慈大悲，怜悯这个罪苦众生。那么不说呢，大家不知道不知道造了这个业呢，受苦的时候呢，也莫名其妙，不晓得为什么。所以佛大慈大悲呢，才给我们说明。所以金口所说，汝等应生惭愧心而听，何以笑？就是说，佛金口所说的，我们听了应该生惭愧心来听也不能去笑话了。那么下面这个注解讲犯罪要件呢，第一个是淫心，第二是四道，第三呢四岁，这个四道呢我们前面讲过，口处，大便处、小便处，这三处都是四道，四岁就是这个事情完成了，构成这个事实了，那么这个就是。犯了这个这一条戒了，犯罪要件呢，第一个就是淫心，有这个淫这个心，第二个呢，四道，第三是四岁，就构成这个犯这个邪淫罪的一个条件了。下面这个弘一大师给我们讲静想静想，道想道疑非道想。上品不可毁，这个讲四道了，四道，那么这三种是上品的不可毁罪，非道这个就是四道以外的，做道想，或者非道疑非道想，这个犯了是中品可毁，那么下面呢有三条开言这个补给我们讲。一为怨家所执，如热铁入身等，唯苦无乐。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被强奸的啦，强奸呢他没有快乐，那如果有快乐的感觉呢，那也破了这个戒了，如果就像热铁缠身，丝毫没有热的感觉。如果被强奸呢，自己也觉得蛮快乐的，那这样就破戒了。虽然被强奸还是破戒，因为你有热的感受，如果你没有热的感受呢，就像热铁入身一样，非常厌恶的，唯苦无乐，那么这个没犯。第二个呢，熟睡不知，睡得很熟，被强奸了不知道，这个也无犯。第三呢，狂乱坏心。狂乱坏心就是他精神失常了，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我们看到一些精神失常的人呢，他自己脱光了衣服在街上跑，他那个不犯，那这个这边呢讲了这个三种开眼那么广化老法师呢有五个问题呢
我们这个同学呢啊又愿意呢啊做做这个习题呢，也不妨做一做啊。第一个问题呢啊，就是换邪淫戒须具及几缘成不可悔啊，就具备几种因缘啊，就构成不可悔罪。第二呢，淫欲的女三道为何？三邪淫戒的开源为何？第四呢，何谓远方便、次方便、近方便？四举例说明之。第五呢，四写出而所知降伏淫心的方法。你自己呢，降伏淫心的方法啊，你可以自己尝试的，把这个心得提出来啊，大家分享。好，那么这个淫戒呢啊，这条戒我们就学习到这里是圆满了。那么下一次呢啊，我们学习的是第四条妄语戒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